啊，我重开机过了，如果再断了，我就算喽，我们就晚点见吧。哇，这样子也好累哦，而且好像开没有一个小时会不算，好像业绩怎样的吧。他怎么死了？他怎么多捡到一个不死图腾？少一只村民啊！他怎么死了？啊，不会是突袭打死的吧？我觉得要把先从被驯马桶打掉了。感谢老居的100个星星。哦不，那个村民很强修补不是修补啦，掠夺加轻盈哇！哇！我难过了。更新吗？这台电脑还没有一个，也快2年了呢。因为 是换了在电脑才开始剪片的啊。不，我的村民少一个。来了，安安哦！啊，要搞一个村民，好累哦。感谢包包的100个星星。虽然这些东西都真的是可以再去换到啦，就真的还是得失心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参加 G。只是洗，要再洗一个青云出来很累啊。青云加掠夺三，还是我暂时不要播歌啊，刚。那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怪怪的，可是之前播都没事啊。如果再断掉，我就去休息哦，不然就是提早去休息了。第几层啊？才46层呢。才挖了20层，我的天，我的天呐！后来修装备其实可以盖个安德塔哦，就不用交易了，修装备去找安德修。
闪。什么都在押金啦，为什么要押押金？我没怎样，我只是死了一个村民，还是很棒的村民而已。感谢凯兰的50颗星星，感�些捷运的100颗星星。哎，凯兰，你有没有看兔窝啦？那个标记你的那首歌里面有你啊。好，晚安哦。
写作业、挂台、聊天时光，要聊啥？哇！不用补啊，还是要挖开。讲鬼故事，神经哦！现在挖这个讲鬼故事。然后我就想，然后啊，然后半天。对啊，会讲不完的，然后啊，然后啊，然后那耳半天。如果啊，这里没有生死莱姆，我应该就是暂时不会再玩这个地图了吧？没有啦，因为而且20号快到了，20号那个魔物猎人有更新一只新的魔物，啊，那只魔物要很多人一起打，所以要么就是我去蹭别人的，那要么就是。自己开个让观众进来陪我打这样，啊，仅限 PC 玩家。
我立什么旗？哈？我没印象我讲的我讲了什么糟了，招了个高。哦，你是说那个吗？如果史莱姆没生的话，哦，有人想起来了，没事啦，是原本就是怕没空玩。没事啊，就算这个真的没有出的话，还可以盖别的东西。那东西叫做墨鱼塔。虽然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啊，可是空岛的时候有成就的空岛用得到。黑色燃料。为什么那个村民不是死最左边的，是死最右边的？而且那个铁巨人竟然没有救村民。要爆啦！云南那盖守卫塔，什么守卫塔？什么守卫塔？守卫塔干嘛？那守卫塔是一定会成功的啊！你很坚持欸。为什么要盖守卫塔？我要盖另外一种守卫塔，利用地狱门的守卫塔，那个很棒。不对，那看你们两个就还活着，没道理啊。盖守卫塔就有墨鱼了，
更新了，又可以再修了。又好了，没有。好了，修好了。还要给我什么废物？快点给！锁链鞋。29了，哇！看到拍照了，哇！等一下我再确认一下，史莱姆是不是在这里？啊，慢慢慢慢慢。哇，我们怎么盖错了欸？976992。976992。976。哎，我完全盖错了，干！976992961977。哎，我挖错格了。啊，挖错格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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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挖就好了。我看一下哦。976992961997961997969。嗯，是这一块哦。其实是这一块呢，看一下哦，96196997961999，哪一块啊？你要961，
九七六九九二九七六九七六。重挖是还好啦，因为就是鼻子往下挖而已。哦，可以独挡吗？怎么独挡？我到底在干嘛？我想说不对啊，都有二十几层了，怎么没有升半只史莱姆？看一下哦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我是要干哪个？99负977。945，负992960992。完全不对啊！992975，啊，算了，这边先告一段落吧。崩溃啦！还有什么比更惨的？村民死掉，然后挖错，挖错，我自己原因很大哎。因为其实之前在玩那个玩新大陆的时候也是好像差点挖错，是挖到一半发现说什么史莱姆是生在隔壁，然后才发现说我完全挖错了。那时候是已经地下室整很平，可以看到史莱姆从哪边升。先这样吧，我先看一下到底在哪里啦，烦死了。小林安安，
啊，对。生小孩喽。好啦，先生在里面了。一二，一二。这么棒的吗？一二三。想一下怎么让你生小孩哦，床要放哪里嘞？放哪都好像不对呢。然后下面是接住的村民。来啦，自己生啦。来，我们开始先找坐标。到底哪一个比较近嘞？还是有史莱姆生成的那个啊，mod 啊？我记得有个光柱可以看到史莱姆生成 mod 在哪里。多少？-992，-960，-992，-992。这里，啊，难怪会差错！天哪、啊，这边吧，不对，-977-945-977-945-945-977-945-945，不会在这吧？欸、真的哎，我靠，这边才是啦，那边，我的天，-992-960，总是这样子，哦，难怪我会补错，它坐标是外面这一格啦。992-960啊，然后这边是-977-961，九，哎也不对，-977-945，-977，哦对是这个啊，977是这一格吧，
是这边才对，我的天哪！我们这边先用玻璃围起来吧。我还想说，哇，总是快到底的时候才发现，我的天哪！好崩溃哦，好不想做事哦。是小鬼没？生小孩没？是还不够吗？欸，而且我很不会看这个坐标，欸，就这个，他刚刚说什么-977哦，这个明明这个位置是-976啊，可是他这个距离竟然是977欸，这个才是977才对啊，然后之前来看。天呐，如果这设施盖在这边的话，那个这边不就又完蛋了？天呐，好像都太近了，说找一个远一点的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位置是这个样子，要么是箱子那边，要么在村民那边。哇！点都好尴尬哦，然后最棒的地方是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空格，啊，就这里，这个烽火台下面，然后这一二三加烽火台这个一个，这是一个四格的。要么让猫咪都死光。快笑，不然这里吗？这里是可以啦，这边会生史莱姆。好麻烦哦，怎么只盖个史莱姆会这么麻烦？有点想关台了，哎，心情差，心情不美丽。
看 X Y Z spec 下面哪个 B O C K 吗？哦，是呢。哦，原来可以看这个哦。哦，感谢你，我到现在才知道那个也可以看呢，不然我都是看这个啦，之前是会看这个。在哪里？我想，我之前是看这个，这个是你画面上面的那个坐标位置，像这个，抬头看这个 Y 轴70，就是看角色前面的。心情无阻，我们去找猪人玩吧。声音，方块，完成。加油吗？不要，好累哦。为什么做人这么难，这么累？看猪猪解压，凑满再关吗？不是啊，我今天开的那两次也没有一个小时啊。哎，对耶，那我凑满好了。啊，哎，对，我旁边有个 Oreo 一直没有吃。等一下，这个 Oreo 是那种礼盒，超大盒的，比键盘还要大的礼盒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吃。啊，不然晚上来做那个好了，自动分类机。好难过、哦，不然就是我继续把那个挖空嘛，然后先挖一个水垂直的东西，然后下面就是用基岩，也不是基岩欸，基岩就不生怪了。我想说有苦力怕什么，就在里面练。那个练刀什么的，想太美。Oreo 不是有出薄荷口味的吗？可是最近 Oreo 有薄荷口味有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那个什么乐事有出一些很奇怪，什么草莓炼乳吗还是什么的。我现在打开是金沙巧克力。全联才有卖吗？那是限定版的，有可能哦。很多东西都试卖啊，就怕不好卖啊，就做很少量啊，对吧？哦，不好吃了。金沙放太久了。里面的威化变成软软的了，不脆了。
啊，还是等一下去把那个洞补的整齐一点，把隔壁那个挖的坑坑洞洞的给补齐，有没有？我人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原本这个位置嘛，原本在这个位置看的，后来发现说站太过来看不到，站太过来看得到，可是效率变差，然后站来这边效率就变好，但是看不到。啊，打开门，然后你就从那边喷一个火球过来吓到我，后来我就想说，算了。在这边盖，把这边盖宽一点，就发现说狂掉。我想说，狂掉，那这距离可以，我就在这边盖这个平台，在那边看，然后效率就这么好。然后就是海龟蛋呢，以它为中心往外推24格。这24个不死生物都会侦测到我，然后往内走。啊，但是我上面的平台是砍半啊，我只推12格而已。我想说，你平台再多，你就赶快让它摔死，赶快生新的出来就好了。看楼上40几只这个刚刚一度到44只。然后就一直弄弄弄弄一弄，金就这么多了。分类机晚点再盖吧，来扔掉。我要做一个自动丢出去的。正北七耶，他竟然是要我先分解这个。好，这就是这几小时的业绩。那我就去尿尿，不是尿尿，去洗澡。洗澡回来就一箱快满了，一箱又快满了。我给你们听今天音效包好了，那样选项音乐。那我今天就不那个喽。不直播首播了，我等下去把那个稍微填个玻璃吧。啊，心情好闷。如果这时候小鱼在的话，我说没关系啦，我们再帮你挖就好了啊，不要难过啊。想念小鱼。
营销包。这个。我想要剪你的，我想要剪你的，我想要剪你的。你看，你现在听好，我想要剪你的，是不是很好发挥？我想要剪你的，我想要剪你的，我想要剪你的，我想要剪你的。我没有。不要不要不要。没有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对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好发挥啊？我是我不要，我是我不要啊！我应该剪这个进去了，今天没有剪到这个。我今天是剪不要不要不要，没有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没有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没有。坏掉了。你来交配，你来交配，你来交配，你来交配。啊！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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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我帮你，跟你讲，就他们两个音效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这么多啊。反而是云月我就比较少，杰克就偶尔啊。没有，其实有很多音效包我都删，我有想过我都删掉了。主要就是因为太多杂音了，就是可能就哈蒂讲个哎呦之类的嘛，然后可能刚好那时候是杰克在讲话，或云月在讲话，然后流入进去，我就把那个删掉了。有很多啊，之前也是有杰克在讲那个讲不知道讲什么很好笑的事情，就那时候是那谁，因为刚好有讲到几句话，就感觉就是盖到了，就把那个删掉了。还有什么？看一下哦。你看，这杰克就是少少的，就这个杰克的啊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好！好！好！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是用小雨吗？小雨没有声音哎。没有声音啊，小雨没有音效吧？就这个而已。刚刚，就这个啊，很多小雨也是可能摔到还是怎样的声音，但我没有剪出来，就是都刚好大家在讲话，小雨就在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讲到一半，小雨就突然蹦出那个声音，那个我也有。那个之前那个什么，
轻松生存有些段落有啦，但是我没有存的原因就是这个。还有允月的啊，要听吗？允月的。那个哈月哦，哈月在这里。哈气，你的香蕉呢？你香蕉呢？你香蕉？没有，我香蕉在下面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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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好像是 ATM 的时候，然后拿香蕉种子。那时候允月在那个好像香蕉的材料，然后他们的对话就是这样子。哦，还有一个，我要喝大香蕉。我要喝大香蕉。我要喝大香啊！我知道，不是香蕉，是橡胶，那个橡胶果实，那个橡胶。然后那时候就是你的橡胶呢？你们再听一次刚刚那个，我的香蕉在下面。阿纪，你的香蕉呢？你香蕉呢？你香蕉？没有，我香蕉在下面啊。阿纪，你的香蕉呢？你香蕉呢？你香蕉？没有，我香蕉在下面啊。哈气！哇，还有一个小时了，笑得好累啊、哦。F 三加 H， 好，我有用，显示设定。来啦，你看看，听个记录档，拜拜，就这么多了。这边我晚点再来弄好了啦。这个，因为我最后应该还是把这个全部挖空啊。挖空，然后把墙壁上面这些补一补，补好之后再做打算吧。先这样，那晚点，不然就明天。没有，如果明天好，如果明天有开台的话，我们再挖这边吧。再来挖这个。那先这样啦，感谢今天的收看啦。那我们晚点七点见喽。各位拜拜，各位拜拜，我们晚点七点见，七点见啦、啊，拜拜，是都没人啊，拜拜。